这边的话就是多了个二三四，所以这样的话算是一种接下去的一种循环。等于说这边的话，其实主要部分是在这里，但是只是多了个这个跟这个，其他的也是一样。在这边二三对不对？然后这边就是变成二四，然后到这边的话就变成。